那我们今天整人的主题就是，我在门口打翻了一整杯的咖啡，在折折价值35000块的鞋子上面，他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我先来跟你谈，各位乡亲父老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看到我一个人就知道，今天不是整人，就是惊喜。不过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的心声我都听见了。伟伟，你的绝地大反攻呢？伟伟，复仇啊！伟伟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你一定要反整你的哲哲。所以说呢，我这个冰雪聪明善解人意，竟然想到了一个专为哲哲量身定做的世纪大整人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哲哲他对于穿搭啊，或是他身上的单品啊，甚至是鞋子都非常的讲究。他今天身穿什么，要搭配什么样的鞋子饰品，他都非常的研究。他就是这个踏入这种时尚圈，赶快摆上他这个今年去 Fashion Week 的照片。相对的呢，他也非常极度爱惜他身上的鞋子跟衣服。只要有人不小心喷到他的衣服、他的鞋子，他就可以说什么“黄定位早办，你受死了”之类的那种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一个弱点来攻击他。好的，场景一换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哲哲的鞋柜。大家其实知道呢，哲哲非常非常热衷于收集联名鞋。你看这个鞋柜，还有鞋面。都是非常多，就是曾经上过新闻，然后在可能在鞋子界有上过热门，甚至还有名人都有穿过的鞋子。你看到这个 Astucia 啊，我自己很喜欢这双，然后是什么 Double Tap 啊，然后闪电啊 ，Balenciaga 马丁 ，Hoka， 还有像最近啊的比较很流行的这个双勾的，哲哲最近超爱穿这双，这双也真的蛮好看的。然后下面也有一些 Air Jordan 啊，然后很多带系列等等的，以及呢，大家看到这一双邓紫棋穿过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在美国的市价将近要$1,300，也就是换算成台币大约要35000到36000左右。Oh my god， 也太贵了吧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整人的主题就是。如果出门前我在门口打翻了一整杯的咖啡，在折折价值35000块的鞋子上面，他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好担心。好了，我们下午呢，等一下会以一个幌子要带他出门，我们要去签我们的写真，各位观众也可以买起来哦。有你的夏天，在影片下方说明栏都有链接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，买起来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有假借出门的名义，然后我就会打翻咖啡在他的鞋子上面。OK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吃饭。我们是几点要出门？12:30，好哦。哲哲，你还有45分钟可以吃饭，我要先去上厕所。哲哲现在在吃午餐，然后我要准备出去叫我小帮手买咖啡。那哲哲现在应该是完全没有怀疑的心。OK， 你要喝咖啡吗？好，可可带出去，让我们一人一杯哦。我要美式。谢谢。然后他要少冰，对，他的加罗马奇都要少冰。再见，加油！这个太明显了。因为现在外面很冷，然后穿这个裤子不好洗。通常我出门都会拖拖拉拉的，我现在就要扮演那个拖拖拉拉的角色。你大概要穿4分钟，好忙哟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小帮手假装叫车，然后外面都已经 stand by 好机器了。我好紧张哦，因为只有一次机会。哲哲如果知道我出门前在那边打游戏的话，他会很生气。所以我打算来打一场阿利弗的。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你去敲哲哲的门，说哲哲车子3分钟哦，这样子。哲哲，车子还有3分钟哦。哥哥好了吗？他好了。
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好。哇，新衫呢啊！你怎么穿这双？我可以穿你的新鞋吗？双勾勾。你觉得哪一双好？哪一双可以搭我今天的这样子？你今天穿的好暖哦，暖色系耶。是吗？可以。外套放哪？然后两双都可以。找到了。我在我家找到了。哎，对不起。说话先拿走。没有，我把它丢去旁边，我在这边穿。来来来。啊，我的咖啡。在这里，我帮你拿回去。你觉得哪一双好啊？不要这样踩我鞋子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先套而已。都可以吗？都可以吗？鞋子要怎么穿？你问他们了。哪一双比较适合？不要再踩我鞋跟了。前色。哎 ，AJ 那双吗 ？AJ 这双，很丑哎。我说这是你在那边拉你的皮带，很丑。是，好了，啊，我的口罩，帮我拿一下口罩。好。哥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咖啡吗？没办法了，新品牌，新品牌。啊，你这边还有东西没拿，去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嗯。飞机不是等很久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哎。我把你的鞋带，你帮我洗。是在你那个房间那边吗？对对对，你进去帮我看一下，我就是一个手环，银色的。哦，好。可以帮我的鞋子放好吗？好，好，我来看。为什么还被你踩？你到底在干嘛啦？我怕飞开。不是你到底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把开放下？不是你到底要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把开放下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就跟你说，你就不要那边用我鞋子，你不然自己穿自己鞋子嘛。你在干什么啦？你开都不能放下再拿是不是啊？他们一直耍憨哦，他不是出门了，那边慢慢慢慢。你叫什么啊？你开不能放下是不是啊？那他让你把车子去烧一下，我去整理一下。好。你先进来坐一下。好。我去换他衣服。等下，那拿去送洗。送洗，送洗不一定洗得好啦，送洗。你咖啡有颜色啦，这个送洗当然不会好啊，因为这双啊，哦，真的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哦。这双是他穿过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。边把这两双呢，很像很像的给放进去。等下它就是我们的受害商品，因为我们买这两双啊，等一下要拿来被整的商品都只有一两千块而已，就是完全没关系，当做拍片成本，不心疼不心疼。这次应该看不出来吧？而且我希望他今天可以穿这双，我等下会尽量怂恿他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随机应变。我相信我这个聪明脑袋可以的，把这两双高贵的鞋子拿去藏起来。因为那个是假的呀，这个才是你原来的鞋子。是假的。送洗当然不会好啊，因为我没有损伤到你的鞋子啊。什么屁啦，是真的啊。你很凶哎，你刚刚超级凶哎，吓死我了。
是你到底要干嘛？你为什么不给我开放下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干什么啦？你开不能放下再拿是不是啊？你是耍憨哦！不要，真的是叉死哎！这才是你真的很贵很贵的那两双鞋。不是啊，很值得卖呀、啊！你说你干嘛、啊？哎，我刚刚超害怕，因为你走太远了，我一直不断的把你叫回来，因为我怕镜头拍不到。你这边还有一个镜头，然后你这里还有一个镜头，在这个箱子里面。那我刚打他下去。我们今天没有去找他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的原来的鞋子在这里，正开。觉得很值得骂吗？当然了、啊，你又不是小孩子。这就是你的弱点，因为你非常爱惜你的鞋子。要不是你刚戴着口罩，不然我看那个表情已经凶神恶煞了。是吗？整到你了！哎，你刚才可以播吗？你真的好凶。那个凶成这样，真的可以播吗？你会不会整个从大家的心目中暖男哥哥变成严厉教父？哎，你这你看这才是你真的穿过的鞋子。是啊。那刚刚远看根本看不出来是假的，不管你在干嘛、啊，一直在那边上演什么宫廷剧啦，一下要跌倒，一下要干嘛的，然后在那拖拖拉拉到底想干什么？没错，反正这一次的 flag 就是，我其实买了两双很像很像的鞋子，然后呢把咖啡打配在我哥哥身上，哥哥的鞋子上面，他以为是他的真鞋。我第一次好热哦，第一次没有防备而且你刚才没有骂我在打哈利波特，你故意说他趁三分钟的时候我去打哈利波特，我想你会这样念说，因为你还在玩之类的。我因为我在穿我自己鞋子啊，然后我还系我自己皮带啊。Frank 大成功，这还是史上第一次，哲哲真的是在荧幕前面大暴怒，真实还原。我怎么不知道有荧幕啊？如果荧幕就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咖啡好好拿，然后下次要咖啡要小心，不要跌倒。打翻了！哎呀，弟弟，你有我怎么样？你人没事吧？我那时候有戴口罩吗？有，那时候有戴。很可惜，那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没关系啊，你的语气够惊人了。各位观众，是不是很值得按下你们的 like？ 因为我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他这样，我真的很怕他一拳过来。成功，太成功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的，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冲击护枕系列，可以点上右上角的资讯卡去看每一集。好，这里直接订阅频道，让我们当个有温度的人，也可以做我们的 Instagram。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你可以回去休息，没有什么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对。你其实我们看就知道什么什么穿过。你们出门前会拿鞋子起来闻吗？